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，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 自从由布德乐园上这个 DLC 之后，贩卖摩托帮制造厂的货，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卖，时间限制就由原本的30分钟增加到去45分钟的。之前我就拍了一条片去证实了，如果你是抽中了商村扮邮差叔叔那个，30分钟是不够时间给你送完三个商村的。咁有观众就留言问我啦，会唔会再挑战过？好，我接受挑战。咁今日呢一条片咧，就系测试一下究竟45分钟咧够唔够时间去送晒三架商村、15个投放点咧。咁今次咧，我就系卖伪证件嘅。咁之前都讲过啦，伪证件咧系最唔值钱嘅。咁今个礼拜双倍啦，双倍咗都系得315,000嘅啫。好，抽中咗啦！咁我间伪证件厂咧，算系最近北上嘅高速公路嘅。咁我而家开始卖货啦，咁啊卖货嘅过程我就会快镜噶啦。
咁而家个时间就剩翻唔够四分半钟嘅，我终于去到最后一个 point 啦。好，终于卖晒啦。咁我最后应该就大概差唔多啦，用咗41分钟咧去送晒3架商专嘅。哇！呢程车真系好痛苦。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，咁证明咗啦，45分钟咧系够时间送晒3架商专，15个投放点嘅。不过时间系好问水啊！我间艺正件厂咧就算系近高速公路啦，如果其他远啲嘅制造厂咧，可能真系唔够时间嘅。而且咧仲要短时间去规划条路线啦，决定咗去边一个 point 先。有架车啲 point 系分得好远噶，咁好似第一架车咁啦，我就冇规划到路线嘅，我根据个 GPS 上咗半山区，所以就浪费咗好多时间。架商专系唔系好够力咧，上半山区啲斜路噶，咁所以啦，要尽量去避免行半山区啲路咯。咁呢程车真系揸得好痛苦啊！谂呢个任务出嚟嗰条友咧，真系要拎佢去打靶嘅。咁下次咧再俾我抽中商专咧，我就一定放弃再抽过噶啦。咁好啦，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我今日真系为艺术而牺牲啦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系香口靠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